大家好，我是 Zhannur Niyazbekova，我的中文教师 Zhannur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留学生，目前我在中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，我现在准备去山西省准备县去看我的奶奶。准备离我们学校太远了。<笑> 我得坐6个小时的汽车，才能见到我的奶奶了。好了，让我先在车上学一会儿，再见的。我们终于到了准巴县小杨镇三岔河村。 这里多美呀，又山又树，空气也是自然的很好。我们去看看我的奶奶吗？不要告诉我奶奶，这是一个小秘密。奶奶，我来了，你好，<笑>你怎么样？ 来好了，我来了，找你。你等了我吗？等了吗？我很想念你。我给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朋友，你来呗。这是他，这是他的房子，是不是漂亮啊？他在这里做饭。奶奶，我给你拿过来了礼物。 这个是我们国立的哈萨克斯坦的佐件，这个是我的国家的巧克力，我们国家的。可以给你奶奶，你的羊怎么样？好吗？我们去看看吧。好。 现在的位置呢？我在羊专利，给你们看看，这个小羊是不是很可爱呀？看看，它们都是上次我来中巴之后，在这个崇明白山羊农牧专业合作社出生的。我奶奶也是在这个合作社工作的。听说这个合作社带动了20多户贫困户。 给每户绵羊带去了1万元的收入，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，很伟大。上次我来的时候，村民们请教了我如何帮助羊预防疾病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们要做好羊舍的环境卫生管理，确保羊舍干燥整洁。上次我说的方法，你们试了吗？ 得病的羊少了吗？少了，少了，少了。那我能到帮助你们很开心呢。我们看完了奶奶，我要带大家认识一位我的校友韩硕。韩硕，过来吧。Hello，Hi。他是我们学校驻中巴。 研究生助理团的团长，他看到这里农业土特产品的包装款式等，成就与同学们协商，一起结合当地的特点，重新设计了包括香菇、木耳、舒花菜等28类产品的包装图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留学生。 什么时候能参加研究生助理团？可能学校很快就会考虑了。啊，我很开心，我也很想参加和你们一起研究生助理团。时间过得。
真乖呀，我得回学校了。奶奶，我走了。哦哦，下一次来告诉路都通了。好的，再见，奶奶，我想念你。哦哦。